间，这一部魂穿破月三万年，我命运该怎样轰烈，可否让今生皓月去照亮前世深邃的黑渊，探究出往日的浩劫，冰与火真传失恋，琉璃萤光圈，那惊鸿一瞥，看风鸣秋天，上图一卷出天赋图，天地决心出下乡，领略过八方风雨融化宿命的无常，剑气挥足着过往，挥洒热血的滚烫，一天开明感动开出暖阳，心之所悟诸天万千散与石河一役并不轻松，去第三密库探寻天人之眼的秘密更是遥不可及，只有成为真传弟子才能去各大禁地尽快提升实力，希望在真传大会上还有和你一战的机会。你把真元注入剑中，试着唤醒他。啊，这难道是天生剑灵？多少年了，老夫终于也铸出了一把剑灵半生的灵剑。剑出之时有凤题名，就叫凤鸣剑可好？好个凤鸣剑，正合我意。师叔煞费心力为我铸剑，林飞感激不尽。哎，不必多礼。吴某本以为受修为所限，铸造之术再难有所进境，此次能打造出凤鸣剑，亦是填补了我心中的遗憾。师叔可曾听过火龙天遁剑诀？这部剑诀名气很大，传闻里面藏有一门控火秘术，只可惜至今也没人发现。我也抄录过一本，但实在看不出有何特殊之处啊。没想到当年和林师兄一时兴起整的恶作剧，居然到现在都没人破解。林某不才，恰好误打误撞发现了这门秘术，所以才能出入八方风雨炉。林师侄，控火秘术对我等铸剑是意义重大，你莫要拿此事开玩笑。如若师叔不信，大
大可以将这剑诀中有关运转真元的部分单独拎出来看。好。哎，这么一看的确有点意思，走手些关键之中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呢。那您再将第八、十八、二十八式中的运剑轨迹对应真元运转的轨迹来看。啊！难怪这几式剑招这么烂，原来是模拟真元运转的方法，恰好填补了之前空缺的部分，是不是很妙啊？妙个屁！写这剑诀的家伙多半是无聊至极的好事之徒，浪费我等铸剑师多少时间？您教训的对。多谢林师侄指点迷津。师叔不可。哎呀，这里我可受不起啊。我吴越不喜欢欠人情，要不这样，我这里的法器你尽管挑选。我能不能换个别的要求？只要吴某力所能及，尽管说。早就听闻魔剑峰有条玄铁地脉，能不能带我去看看？嗯，就这？要是能让我借地脉的精气修炼几天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你小子，放着千金难买的法器不要，反倒惦记着地脉里的寻常精气。师叔放心，我绝不反悔。嗯，也罢，既然你意已决，就随我来吧。吴师叔，拜托你下次用遁术前先打个招呼，我在养元镜啊。这里便是玄铁矿脉，我宗门弟子所用的玄铁剑都是用这里的矿石打造。好浓烈的精气！前面的谷地就是地脉精气汇聚之处，林师侄只管放心修炼，我在外面为你护法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，您这么忙。护法刚好可以参悟控火术，那便有劳吴师叔了。诸天万剑诀，起！这具法宝之身，吸收精气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，不愧是我自创的功法。吸收的速度怎么越来越快？还在加速，这样下去会被冲爆的。糟了，身子动不了了！吴师叔，快来救我！妙！这书真是妙啊！师叔，不好！林师侄，你还好吗？是说好了给我护法吗？谁想到
我看了几页书的功夫，你就把自己弄成这样。你再看两页，我就没气。你怎么还在运功？快停下！不是我，是功能在自动运转。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，要不我把你打晕吧？千万别！你现在打晕我，我会受到严重的反噬，甚至可能暴体而亡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只能赌一把。不是说，麻烦你把电火引来，助我把多余的精气炼化掉。用电火炼？你当自己是电配不成？喂，我腰坐不住了。小子，认真点！乱世要来了呀！我来拖住。去照亮前世深邃的黑渊，探究出往日的浩劫冰与火，真传失恋琉璃银黄卷，那惊鸿一瞥看风鸣九天，掌舵一卷出天赋图，天地决心出下乡，领略过把暴风雨融化宿命的无常，剑气挥足着过往，挥洒热血的滚烫，逆天改命撼动开出暖阳，心之所悟诸天万剑散发无尽的锋芒，用何巨凭体量上揭开迷茫的真相，岁月不知为名扬，初心坦荡奔赴水过天长，
为感谢吴师叔帮我打造灵剑，我把控火秘术传给他，他心情大好，带我去地脉修行，却意外抽空了地脉精气，走火入魔。好一个杳无剑！徒儿参见师父。没想到一门入门级剑法也能有如此威力，丝毫不弱于三斩五绝。要不是林飞，我也不会想到去挖掘这套剑法的潜力。你能不拘泥于一时的成败，虚心学习他人长处，这段时间进步神速，这很好。只是想要在真传大会中拿下好名次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师父，我会全力以赴的，我有信心绝不会堕了天行峰的名头。我天行峰只掌宗门律法，不争虚名，你要做的是从大会中汲取经验，至于名次，尽力即可，莫要强求。你的安全比名次更重要，不准给我缺胳膊少腿的回来。放心吧，师父，在继承您的衣钵，成为下一任天行长老之前，我是不会有事的。师父肯定是被我的梦想感动了。不知道林飞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，可别被我落下太多。哎，这次都怪我大意了。小子，还人员！也不知这小子练的什么狗屁功法，把老子地脉里的精气抽了个七七八八，居然一口气晋级到了养元后期，然后就不省人事了。脉象虚弱，受了些内伤，但都不严重，应当是进境太快导致神识出了问题。神识？这下麻烦了，罗师兄，你可有办法？神识是意识之根本，稍有大意就会把它制成白痴，只能先做观察，再对症下药。你先看着他，我去灵武峰问问雍和师兄。有劳五师弟了。剑阁，林师兄，早安。林飞，瞧你那副没睡醒的模样，昨晚又通宵看书了。等，这不是梦，可我明明记得，记得你已经……林飞，你没事吧？不知道，我好像忘了很多东西。待会儿洗把脸就好了，来，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
你吃啊。林半虎，小子，问剑宗就交给你了，安心看书，等我们回来。乖啊，等师姐下次啊再给你做套新袍子，回来一起收好锅呀。不要去，不要去黑院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真是可笑啊。问剑宗全员战死，唯独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活了下来。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？啊，雪皇，我记起来了，你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我亲手杀了你。一个废物居然相信自己杀得了冤皇。你说什么？你的重生，你的记忆，你以为发生的一切都是我操纵的。现在我让你醒来，让你绝望，在绝望中死去。感受到这份真实的痛苦了吗？这个表情不错，就这样去死吧。演得不错，我差点就信了。放你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很简单，我认识的冤皇可不是一个话痨。虽然是幻境，但还是感谢你给了我又一次干掉他的机会。幻境，看来你还是弄不清状况。心魔，你这么说太失礼了，我即是你。挣扎了，你会的我都会，那些你遗忘的潜藏在意识里的招式我也会，你没有胜算的。如果你真有自己说的那么厉害，就用不着用下三滥的幻境来动摇我了。我只有在意识世界中干掉，取而代之，你才能真正的活着。你不过是个寄生虫，可怜虫而已。闭嘴！看来被我说中痛处。林师弟，救我！林半虎可不会露出这么蠢的表情。
味。伏特加和莫金托哪个更好喝？你就这点能耐？混蛋，不准碰我的记忆！真传弟子，真传之位关乎宗门未来，唯强者居之。此届大会魁首将是我问剑宗第十四位真传弟子。这么好的菜，没酒怎么行啊？师傅，明天就是真传大会了，喝酒不太好吧？为师祝你们旗开得胜，平安归来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
魂穿破月三万年，我能云该怎样轰烈，可否让今生皓月去照亮前世深邃的黑渊，探究出往日的浩劫，冰与火真传失恋，琉璃银黄卷，那惊鸿一瞥，看风鸣秋天，让独倚卷出天赋图，天地决心出家乡，领略过八方风雨融化宿命的无常，剑气挥足着过往，挥洒热血的滚烫，一天开明寒冬开出暖阳，心之所悟诸天万千散发无尽的锋芒，有何惧遍体鳞伤，揭开迷茫的真相，岁月不知为名扬，初心坦荡奔赴水阔天长，心魔唤醒了我沉睡许久的记忆，想在幻象中夺舍我取而代之。我即是你，关键时刻师父帮我镇压了心魔。算是醒了，无妨，大概是方才真元损耗过度，牵动了旧伤。师父相救之恩，林飞谨记在心。你有这份心就好啊。哎，来，在这儿画个押。甲方罗神霄以法宝元阳配救治乙方林飞，产生费用共计一千灵石。师父，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哎，克制心魔的法宝世间罕有，整个问剑宗就这么一件，一千灵石已经是亲情价了。我，你，哎呦，好托，你该不会是想赖账吧？好，不就是一千灵石吗？哎呀，先别激动，你接着往下看，上边还有一个条件。只要你答应，不但能免去一千灵石，这个元阳配也可以借给你温养伤势，镇压心魔呀。你要我去剑山找一把剑？哎，准确来说是你祖师爷的剑。可是只有真传弟子才有资格进入剑山历练。为何不去找邱师妹，偏偏在我一个伤员身上押宝？月丫头的志向，玉衡峰容不下，问剑宗也容不下，岂会受我左右啊？况且你小子的潜力并不比他差，相较而言，我更看好你。放心，老夫可没兴趣深究别人的秘密，你只需保证尽力而为即可。剑山之行本就在我的计划中，答应他，我没有任何损失，反倒是这元阳配能借我燃眉之急。成交。那你好好养伤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你巫师叔让我转告你，道谢就不必了。没事啊，别去魔剑峰烦他就行啊。
你怎么还在运功？快停下！不是我，是光芒在自动运转。这次是我大意了，虽然一口气晋级到了两元后期，却数次险些丢掉小命。以后这种邪门歪道，还是少走为妙。曾阳啊，林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没事，练功出了点岔子。嗯，哎，我见你每日都要下山晨练，想请你顺路带点药。好嘞，包在我身上。师兄，该喝药了。好苦，还有，不是一天一碗吗？哦，这个呀，这个不是药，是我给你炖的大补汤。这味真的是大补汤。我在书上看的配方，第一次做，是不是做的不好啊？师弟好心帮我熬药，也给我炖汤，一口都不喝，未免太伤人了。既然是补身体的，良药苦口吧。师兄，林师兄，不好意思啊，师兄，都怪我。你该不会是光顾着给我抓药炖汤，自己还没吃吧？你等会儿啊，厨房里应该还有些食材。还是我来吧。坐着，我来。来喽，就剩鸡蛋和面条了，凑合吃点吧。天天吃黑暗料，还能活得这么健康开朗，真是个奇迹。真是太好吃了。
师兄，你教我的那套养无剑真是太厉害了，这次真传大会至少不会垫底了。自信点，你可是我们玉恒峰最勤奋的人。啊，师兄你不必安慰我，我知道的，没什么天赋的人如果不比别人努力就会被甩到后头的。勤奋也是一种天赋，而且是很了不起的天赋。如果以前我能有你这样的勤奋。林师兄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突然想到明天就是真传大会了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今晚必须吃顿减压大餐才是。师兄要做好吃的吗？买什么菜你尽管说。哎，对了，把邱师妹也喊上吧。还是不够吗？邱师妹，邱师妹，邱师妹，明天就是真传大会了，晚上一起吃顿饭，打打气。我就这么说定了啊，不见不散。哎，你算哪根葱？竟敢坏我好事！滚！随便弄了几道家常菜，大家别客气啊！来，邱师妹，尝尝这烤翅，林氏独家秘制酱料。虽然不说话，胃口倒是不错。这么好的菜没酒怎么行啊？怪徒弟去给为师拿副碗筷。好嘞师父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师父你这鼻子比狗还灵。哎呀，我也没想到啊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徒儿，你这手艺比小媳妇儿还棒。来来来来来来啊，添上添上啊。师父，明天就是真传大会了。来来来，喝酒不太好吧？哎呦，那就更要喝几杯放松一下了。自酿的米酒不醉人的啊。来来来，啊，来来来来来啊，端起来啊。哎，为师祝你们旗开得胜，平安归来。啊，干了啊。风的杂碎们，这次一定要碾碎你们！我问剑宗传承万年，历代掌教、各峰长老皆为真传弟子，真传之位关乎宗门未来，唯强者居之。此届大会魁首，将是我问剑宗第14位真传弟子。
星星雨夜阑珊，风拂袖过纤尘不染，望皓月一盏，雨横风青石板，人如聚淡，片片月华如青山，起流星洒塔天涯，连月肩上花满天，银光流沙一字为下，江山海红尘指尖画，与温柔不负天下。我问剑宗传承万年，历代掌将各封长老皆为真传弟子，真传之位关乎宗门位分，为强者居之，此届大会魁首将是我问剑宗第十四位真传弟子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